好，鸡腿来了，鸡腿来了，快到我们鸡腿来过去。这鸡腿好吃吗？三套二十块。听说这鸡腿很好吃，今天特意从台北5个小时赶过来吃这鸡腿，就为了吃这个鸡腿，其他都没吃。纸巾都不用了，直接用手。纸巾用一下还可以，拿去挤一下，以后再不吃别的了。好，够了。慢慢的味道。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鸡腿。好了。